Hello, what's up?、今天是我的 road trip 的第三天。我现在呢是在 whitefish， 属于 Ontario 靠北，就是过了 Sudbury 过来的一个原住民的居住区。然后这附近呢有非常非常多的小岛，整个区域都属于原住民的区域。我后面的这个湖呢就是加拿大和美国的共享的一个湖泊，叫 Huron Lake。 这个湖泊非常非常的大，就是给我的感觉是像大海一样。我现在所在的这个bay是一个附近的一个比较小的一个bay。我刚刚就是沿着高速公路六号高速公路，然后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地方，然后我就把车停在这里。本来是想在这里过夜，然后我刚刚问了一下住在这个营地里的人，他说不行，就是你必须要联系这个原住民的这个有专门的办公室，然后去做一个预定才可以。你也没办法通过 online 去预定，也没有办法去 walk in， 你必须要提前在去办公室里面订，然后取得那个permit， 然后你才能在这里过夜。否则的话可能就要面临高达1000加币的罚款。 anyway， 所以我可能在这里稍作停留，待会儿我就会去另外一个岛。然后在那个岛呢，我可以把我的车开上那个 ferry， 然后通过 ferry， 然后我就可以回到 Tobermory， 就是在 Ontario 伦敦往上走的一个城市，然后也是在休伦湖的旁边。这样的话我从那里再回到多伦多的话，我开车的距离就缩短了差不多有100公里。然后这个路线呢是无意中我昨天去 North Bay， 然后有一个当地人跟他聊天，然后他告诉我的，他说你一定要去走一下这个行程，这个还不错，你可以体验一下。然后据说那个 ferry 是全世界最大的这个湖泊的那个 ferry， 所以今天晚上我可能就会在这个岛附近找一个地方过夜，然后明天早上我就会坐那个轮渡，然后回到 Tobermory， 然后再返回多伦多。那此次的行程呢就这样告一段落了。多说两句关于这个原住民的这个区域，我自从昨天到了 Sudbury 之后，然后昨天下了很大一场雨，然后下了一整晚上。哦对了，我昨天晚上忘了关我的车窗，所以我整个车里面就是都打湿了。现在我正把车门打开，然后现在很大的太阳，然后我现在让它晒一下。到了 Sudbury 之后，我就发现到了这个 Sudbury 这边的话，整个区域会给人的感觉比较荒凉一点，就没有那么的城市感了，就有点像我去年开车去阿尔伯塔那边，然后去 Jasper 路过的那些路段，它也有很多上坡下坡，然后也有很多大的弯道，路上也没什么人，车辆也比较少。这边有很多原住民，我今天我的车没油了，我去加油的那个地方，那个加油站就是原住民的，它的油价确实比多伦多要便宜一些，才148块。然后这边也有很多原住民开的一些小店啊，餐厅啊。然后我今天下午我去拜访了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咖啡馆，它是由一个教堂改造，去的时候已经关门了，所以那个老板就是那个 owner， 他一个人在店里跟他闲聊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，然后帮他拍了一些照片，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去运营他的这个 Google Maps 的这个商店，然后包括他现在也新装修了几个 cabins， 然后他想对外出租。我建议他你可以把它 post 到 Airbnb， 因为我之前为 Airbnb 工作过一年，帮他们写一些 blog 什么之类的，所以他就拉着我教他差不多一个多小时吧，然后也帮他拍了一些照片，很愉快的聊天。他的名字叫 Licky， 他之前在移民局工作，然后他退休之后呢，他买下了这个咖啡馆的前身是一个教堂，这个教堂在1912年的时候就建立了。他小时候出生长大在 Isponia 就是过了 Sudbury 之后，然后到这个原住民区域会路过的一个小镇。 Licky 他之前小时候是出生在这里，然后后来他去了多伦多，他在多伦多生活了32年，然后退休之后和他的丈夫就搬回了买下了这个教堂，然后把它装修开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咖啡店。